妈，我真好，你莫学白想好无？好啦，我无闲了，我就转去看你，哈。嗯，安尼。嘉玲，恁来伫遐遮？敢讲你人身体无爽快？我真好，你莫想遐尼济啦。是阮阿姨叫我来陪伊，唔知哦，伊阁要出啥物招？啊，不过你看到我反应是安怎要这么大？你应该不是搁在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代志啊？哈？无啦，我只是好像看到你惊一跳。你来啊？是安尼啦，阿都顶边吼，我听到医生讲，双方要做彻底的治疗。啊，我们这个大主大医叫嘉玲过来。什么彻底的治疗？无啦，你莫别乱想。我知影你事业心真重，也毋过你即马身体出问题，啊，医生的话你都爱听入去啊。我是想讲哦，不算你过去对婚姻不忠，也毋过好歹家里嘛也算是你的某，应该爱互伊知影才对啊。真多谢你的好意，要安怎做我心内有数。你即马到底是啥物状况？是安怎医生爱你做彻底的治疗？阿多，我的状况我会甲嘉玲讲个清楚，真正多谢你的好意。你知影我是好意就好，我是惊你吼，我忙到最后，到时造成啥物款的危险安尼，安愚足可惜的。你的好意我收到。好啦，无恁就豆豆讲，吼。你即马到底是啥物状况？你毋着赶紧讲。无啦，我好啦，我肝有淡薄发炎尔。你着凊彩去问一下，倒一个头家人，倒一个企业家。肝无淡薄问题嘛，对无？拄则阮阿姨已经讲着啥物，会有啥物遗憾？哪有可能只是肝发炎？我唔相信你是这样的状况，我认为代志一直无单纯。